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呢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平安健康，有人组织做这个来聆听上帝的话啦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阿门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了，感谢了今天，给我们有生命气息，有帮组织来聆听主的个话。主啊，求你到我们东江来做起始的工程，因为你当人活着，不断告讲的，乃告你靠当的每一句话，你的话就是在使我们的灵命长大。我们把一些时间交通，你给了恩膏，你给仆人，等他分享你的话的重点呢，每一句话呢，调整我们的心。我们把一些时间交通，求主家己恩典到这里，而我们在到这个聚会入无主你的同在，所做的职场都是完整的。但是有主你的同在呢，美好的事将要发生。我们把一些时间交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继续呢，用诗歌来赞美主嘞，赞美上帝了。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学妹姐妹，由她来锻炼我们唱诗歌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日明起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赞美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掌管每一天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都不惊怕。阿门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每一天都教我们大家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阿们。我们需要每日每时每刻都有主的灵来供应我们的心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我们的正式报告关于方向方面呢，我们打个精准牌，而且通过银行转来加登，或者呢是通过支票转来加登，或者呢是通过脑水杯转来加登。嗰之中呢，有人用啲无爱安尼麻烦，伊爱家己叫来加登呢，就是到拜五早起10点到下过3点到4点，我们。加登office 有人啦，哈办公室有人，你来到来保安人员，迄个你该打呢，伊得卡点起去，有人就落来，就来个你接受你个方向。到这里我感谢弟兄姊妹，唔单你们同心听主个道，也同心的方向靠主，甘心乐意方向我求主，赐予你们平安健康，噶。求主的喜乐充满人们，感谢主。我们感谢主呢，我们每次的拜六啦，都是有无学生的感恩，我有打过了。因为主因地是每困的关系呢，我们是暂时对主帮呢，就是一次罗牧师配，一次是我配，暂时是安尼讲。等到有一日，那个聚会开始，家灯开了，我们再做者，再来组织，再来请外口的人，因为种暂时袂使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无论力量配呢，我们带着正确的心态呢，我们就蒙福。阿门。今日呢，就是由罗牧师来向我们配，我们相信主安帮也心情都要心动，我们。只爱充着谦卑的心来领受就好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罗牧师，我们拍拍欢迎他。主内平安，主内平安，非常的高兴又有机会的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真正欢喜，就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那今天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基督徒的身份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基督徒的身份。那经节是取自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。今天呢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我心中有这个感动，我心中有这个感动啊！我们已经差不多有半年没有聚合在一起，我们已经有半年无组织做这了，好像我们已经分散了，我们好像分散了啊！通常我们有一个论点，就是说基督徒要常常聚合在一起。本地我们特拜呢都有这个教导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连想想做这个，人家才称我们是基督徒，人家才称我们是基督徒啦。那可否因着我们不聚合在一起呢，我们会失掉我们的身份？是否我们无组织做这个，是否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身份呢？其实没有，其实是不改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是永久的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是永固的。所以今天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借着上帝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阿爸天父主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阿爸天父主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了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和气息，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更感谢你拯救了我们，更感谢你拯救我们，好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好叫我们成为你的子女。我们根本是不配，我们根本不配。从我们得救到那一天，我们与你会面，我们当得救那日，到你们我们。你有这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你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。祈求你借着今日的话语，给我们提醒，给我们提醒，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鼓励，好叫我们众人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。这样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来先读这个经节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。我们先读这个经节先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。这是保罗书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。这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啦。我们从我们开始读
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到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到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这两节经文本书的是本书的引言，这两节经文是本书的引言，他交代了三方面的信息，他交代了三方面的信息了。其一是写信者保罗，他如此的来介绍自己，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其一是写信者，既是保罗，他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呢？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保罗是使徒，这职分非他自选，乃是神的旨意而临到他的身上。保罗是使徒，这职分呢不是他自己选的，乃是神的旨意临到他身上。那其二是受书信人，即是以弗所教会。对于那的受书信的人呢，就是以弗所教会受了的。其三是问候的话和祝福的话。对三呢的是呢问候的话啊，祝福的话。在这里，保罗这样的称呼以弗所的人，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之后，向他们祝福。这里呢，保罗是这样称呼以弗所人，到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到基督里有忠心的人，之后就向他们祝福。今天我们要透过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肢体的简介，来思想基督徒在神面前的身份与地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通过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肢体的介绍，来思想基督徒的生命中的身份与地位。那总共有三点。总共有呢五三点，就是基督徒的身份，首先是在世的圣徒。对基督徒的身份呢，对应呢就是到死的圣徒。第二是忠心的信徒，对于呢是忠心的信徒。三是叙施恩的门徒，对三是叙施恩的门徒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是世的圣徒，是世上的圣徒。在以弗所的圣徒这第一句短句呢，圣徒就是圣洁的人。到以弗所圣徒，这是第一个大的字句呢，就是圣徒圣洁的人。你是圣徒吗？你是圣徒吗？我们未称之自己是信徒，却不敢说自己是圣徒，总是感觉还不够圣洁。我们未称自己是圣徒，却不敢说自己是圣徒啊，总是感觉是还未够圣洁。哈，从实际生活而言，却是如此，常是得罪神，只敢当圣徒这个称号。从实际生活而言呢？确实如此啦，当想得罪神呢，他敢打当圣徒之称号呢？那天主教有丰盛之举，天主教呢有丰盛之举啊，他们的圣徒是特指那些已经去世的，他们的圣徒是指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啊。在行为与品格上无可指责，并对教会有特别的贡献的人，到教会与品格上无可指责，并对教会有特别贡献的人啊。那在此标准衡量的话，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被冠上如此的名称，当然以弗所会也不见得有这样的。若以此标准来讲呢，我们中间没有人可被称为此名，当然以弗所教会也不见得就有许多
我们今天要简略的看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姐妹，她的是修女特蕾莎。我们来读这个特别真正有出名的姐妹来传耶稣生活哈，伊的名就是叫特蕾莎修女。她是在1910年诞生，一直到1997年。她是到1997年诞生，到1997年。九七年啊，由于她对印度和世界和平与慈善的有杰出的贡献，她对印度与给世界慈祥有大的贡献。曾先后呢获得印度尼克卢的这个奖金，获得印度尼克卢奖金。那美国约瑟夫肯尼迪的奖金等嘉奖，美国肯尼迪嘉奖也是贝尔日的评奖。那1979年呢，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1997年呢，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那还有很多我们看到呢，他的作为是非常的好的。伊个作为那是真正好个。他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。受到真侪人个尊敬个爱戴。那他有说了几句话呢，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感动。他带了几句个，可能带了真大个感动呢。他说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悲伤，因为我们做的这么少，许多人赞扬我们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有时觉得真正悲伤，因做的真少，却受人赞扬，人类的痛苦是无边界的。那人类的这个痛苦呢，实在是无边界的。人类的痛苦呢，是无边界的。但呢，我们可以呢，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，但我们可以做伟大爱，以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小事。所以，当我们无边只是做大事呢，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一些所有的事啦。他讲得很实际，一旦真正实际，他说握住他们的手，某些人的手，住住呢，握住某某人的手啦。给他们一个微笑，可以淡薄微笑啦。听听他说的话就够了，听伊人说大概话就够了啦。这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得到的。这些我们都变做一点开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伟大的人要做很轰轰烈烈的事。有个时候我们家己做伟大的事，你要做就轰轰烈烈的事啦。可是我们借着这特蕾莎的这个见证，他所讲的话呢，给我们得到提醒。我们借着这特蕾莎修女啦，伊所带为靠我们真大个鼓励啦。那保罗就称呼他们为圣徒，是值得我们思考。为什么他称呼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圣徒？这里称以弗所教会的人为圣徒了，保罗称呼他们为圣徒是有值得我们思考的。圣徒却是意味着分别为圣的人。圣徒呢，确实是分别为圣的人啦。在此非此生活乃是宗教仪式上的分别，此多次呢非此生活乃是宗教礼仪上的分别，即从世界罪恶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，即从世界罪恶当中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人。那中文的旧约圣经呢，有几个字印刷的加粗加黑，中文的古有圣经有几个字印刷的加粗加黑啦。你若留意就晓得那几个字是什么，归耶和华为圣的。你也是有注意，在大意说那几个字是什么的，那些字是大家归耶和华为圣。这正是圣徒意义所在，归于神的人在神眼中为圣洁的。这正是呢，圣徒的意义所在呢，归属于神的人，到神眼中就为圣洁。如旧约所归于神的人与物品，都被为是圣的一样。如旧约所有的归属于神的人与物呢，都被称为圣洁。
那例如圣地、圣城、圣山、圣殿、圣名、圣祭司、圣器皿，如圣地、圣城、圣山、圣殿、圣名、圣祭、祭司、圣器皿等等。那以弗所的圣徒指以弗所城里中间被分别出来归属一神的人。以弗所的圣徒指以弗所城当中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人呢？这名称意味着以弗所的信徒，今日我们每个在听的基督徒也是在世上，却不是属世的。这名称意味着以弗所的信徒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是上却不属于世界。我们在这世上，在以弗所，但我们不属于世界，因为我们是圣徒，是归属于神的。我们到这世上呢，到以弗所呢，但我们并不属于世界，因为我们是圣徒，是归属于神的人呢。虽然活在世上，但我们并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身份改变是与神的人。虽然活到世上，但我们并不属于世界，我们的身份呢改变了，是属于神的。正如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肢体说，你们是天上的公民。正如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肢体大呢，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啊。那就是说呢，你和我有两个身份。你大概你跟我有两个身份啦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那我是新加坡公民，或许你是别的国家的公民。或者叫朱中平，我是新加坡公民，或者你不是，你是别的国家的国民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世上呢，我们需要得胜。到世上需要胜过世界。那我们住在以弗所，身份是圣徒。我们住到以弗所的身份呢，就是圣徒。当然我们比方我说，我只是住在新加坡，可是我还是呢，在神的眼光是圣徒。比方，当我们现在去到新加坡，当时我们到圣的眼中呢，我们或是圣徒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以我们的所住的地方为标准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以我们所站的地方为标准，但以圣徒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但以圣徒的标准来求自己。那行事为人要符合圣徒的体统，行事为人要合乎圣徒的体统，不要在与世人一同流合污，乃应要有实际的分别与不同。不能与世界的人一同流合污，乃因有实际的分别与不同。我们是世界的光，是照在城上的城，是不能够隐藏的。我是世上的光是照到山顶就不能隐藏的。那我们再来看，不单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不单是圣徒，我们到世界，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概念？就是为了救这世界上的人，乃是为了拯救这世界的人呢？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目的的。我们活到这世界呢，我们是有一个目的。那诚如耶稣对那个被释放在哥拉森的人这样的说。正如耶稣对那个被释放的哥拉林人所讲的这位仁兄，他被困绑，后来耶稣为他做释放过后呢，耶稣这样的对他说：这人呢就受个捆绑，但是耶稣给释放过后呢，以及耶稣对他打：你要到你亲属那里，把主为你做何等大大的事呢？是怎么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你打乐要告了亲属哪里，把主为了做的何等大的事呢？是再有两面人来告诉他们呢。那信耶稣不仅是指为了永生活在这个世上，信耶稣不单单为了永生，只活到世界上了，是要将基督的福音呢带给更多的人，好让他们与我们呢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乃是要将基督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，好将他们与我们一同得福的好处了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就是呢，是忠心的信徒。第二点就是祷告是忠心的信徒。啊，那我们看到保罗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。保罗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当然就是在基督里要有忠心的人。你是有忠心的人吗？你是有忠心的人吗？当我们提到忠心的时候呢，我的脑海里就浮起呢耶稣所讲的这个三个仆人的比喻。我们提到忠心呢，我们就头脑里面呢就灵出向耶稣所打的三个仆人的比喻了。虽然我们都不想成为那一个一千两的人，可实际上呢，我们总是发觉自己呢不如那五千或是两千的人。虽然我们都不想成为那一个一群弱智的人啦，实际上我们总是发现自己不如那五千或六千的人。那耶稣就是引用这个比喻，所分给三个人不同的这个银子。耶稣嘅用这比喻是来分给三个人不相像嘅银子嘅分分来分。一个是一千，一个是两千，一个是五千。这个是缺要一串银子，这个拿串银子，这个是五串银子。这不是谦卑，事事如此。所以一提到忠心呢，我们总感觉亏欠多多，这真是做不够。这不是谦卑，事事如此提高忠心，我们总觉得有亏欠对在，觉得未够啦。那比喻强调是对主的侍奉，但这里的忠心不是指事工，乃是指我们对主的信靠。那比喻强调是对主的侍奉，但这里的忠心不是指事工，乃是指信仰。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，在基督里就是连属基督与基督相连。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，在基督里就是属基督的与主相连。相信基督就是在基督里，相信基督呢，就能在基督里面。那么我们基督里有忠心的人，在此特指在信仰，怎么样呢？我们有忠诚、忠贞、始终如一，没有半途而废。那么基督徒有忠心的人，多次是指到信仰上忠心进入的职能。那没有半途而废，无半途而废。那每一个信仰的人，应当是一个忠心的跟随者。每一个信仰者呢，应当是一个忠心跟随者。若是你一位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一定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你信耶稣到什么时候？若是你是一位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啦，你一定会回答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你信耶稣到什么时候？那信德考核这一个问题是必备的，信德考验的问题是必须有备的。若你的回答是不知道或不一定，必定通不过的。若是你的回答是不知道或是未肯定呢，这是通不过的。那感谢主，大多数的答复都是说要信到老，信到死。但是感谢主，大多数人能答案呢，都是到位信到老，信到死。有些人更长远的说，我要信到永远。有该这样呢，答案相信到永远。是的，对基督的接受就接受信，本乎一信，以致一信。所以是的，对基督的接受接着信，本乎信，致一信。那从头到尾接受信，所以必须把基督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大高位都是接着信心，所以必须要把到基督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说这一句说信心要坚持到底是容易，说再多句也不难。但一句多信心上坚持到底是不容易，再说多句呢也不难。难得是四季的坚持，信仰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，也非花香满尽。难得这是四季的坚持呢，信仰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也没有永远会的盼。那尤其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宽度
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大流行。叫这种现在拢面对嘅咧，就是这个病毒嘅每款嘅情形。那好多人都面对不同的挑战。每一个人都面对嘅不同嘅挑战。可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讲的时候呢，给我们他的经历。讲到使徒保罗呢，伊可能睇到伊嘅经历呢。他说此路有顺和逆，有苦有乐，有福气也必破。我们进入神的国呢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那保罗讲呢，此路呢有顺境或逆境，有苦或者就快乐，有福气也有逼迫。我们进入神的国呢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那如果我们有查考旧约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的半途而废。那他就查考圣经呢，我他的以色列百姓呢，都已经暴露的半条了。他说，旷野中的以色列民多有倒闭，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初期确实的信心。这个大家呢，旷野当地以色列民呢，有多倒闭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确实的信心。那有一些人，他们听了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田里面，可是听到的时候，他们欢喜的领受，只是没有根。太阳一晒就枯干了。要够给矿人能呢？因能听了圣的道啦，啊，就真正欢喜呢。是有，但是只是无根啦。太阳一晒呀，就枯干了。那但那些忠心爱主的人，祸福都不问。但是那些忠心爱主的人呢，有祸还是福，伊都无问嘅。就是他们宝贵的心血也愿为主而舍，是他们用宝贵的心血呢，愿意为主舍去。的确的，过去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呢，很多为主而殉道。所以呢，过去那团的精髓呢，爱主的人呢，为家为主呢，殉道为主死。那就是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，侧中望生死，求主给我们这样心智，侧中望生死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呢，动心至死啦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呢，动心到死的掉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最后一点就是虚恩的门徒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虚恩的门徒。恩惠，对不起，我漏了，就是恩惠的门徒。需恩惠的门徒啊，使徒保罗说：“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”使徒保罗一大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这是保罗，使徒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祝福，从中显明这群人的需要。这是保罗这是保罗使徒对以弗所信徒的祝福，从当也显明了这困难的需要。他们是圣徒，是有忠心的人，也需要基督恩惠的人。他们是圣徒，是有忠心的人，也是需要基督恩惠的人。他们每天都需要从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平安。他们每日都需要从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平安。那就是从父神得恩，就是从父神得到这个恩典。全能的上帝，他是万父的全源，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。从灵上帝呢，万福转旺，神是直接每想的王涛。那诗人大卫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”大卫王答呢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到你以外。”那神我们的父不可忽略这一句，神我们的父不可忽略这一句。神我们的父是一句奇妙的连接词，神我们的父是一句奇妙连接的词。神自传出一个印象，就是一位至高而不可接近者。神这自传出去呢，是一个印象，就是一位至高而不可接近的。那父一名者论到一位亲密而可接近者，
病呢，即这名册轮到即位清明日可接梗者。那代名词把我们两字穿起来呢，给我们一个惊人的真理。代名词我们脑子穿亮起来讲，可我们这个惊讶的经历呢？就是君住于永恒那位崇高的神，是每个借相信主耶稣得救的人呢慈爱的父亲。居住于永恒那位崇高的神，是每个借着相信主耶稣得救的人慈爱的百姓。那就是借着基督得恩，借基督得个恩典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耶稣不但是福分的源头，是我们得福的途径。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人们，耶稣不但是福分的源头，更是我们得福的途径。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得称神为父。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呢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得称神为父。那我们救主的全名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救主的全名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是我们绝对的主人，是我们绝对的主人，有权管理我们和我们所有的，有权控管理我们和我们所有的。那他也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桥梁。他也是我们与神的和好的桥梁。他是耶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的救主。他是耶稣呢，是把我们从罪当释放的救主。他是基督，是我们神圣并受高的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他是基督，是我们神圣下并受高的所在祭司和君王。他的名向每个聆听者的耳朵切开了何等丰富的真理。他的名向每一个聆听的耳朵敞开何等丰富的真理。那不单单我们需要得恩，我们也需要得到平安。我们需要得恩，也需要得到平安。那恩惠是生活中白白所得的好处如帮助、扶持、安慰、引导和力量。恩惠呢，生活当白白所得的好处呢，如帮助、扶持、安慰、引导、力加力量呢。那平安是人生变幻无常情况下安息心灵。平安是人生变幻无常情况下的安息心灵。那恩惠平安，恩惠是根，平安是果。恩惠平安，恩惠是根，平安是果。那这两者是信徒生活所需要的。这两者都是信徒生活所需要的。虽然信徒倚靠神的恩典得了拯救，虽然信徒倚靠神的恩典得的拯救，这恩典是世上之人所不配得的宠爱。这恩典呢是世上只能不配的恩宠爱。现在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力量，好面对困难、试验和生命的痛苦。现在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力量，好面对困难、体验和生命的哀痛、哀痛。那相信那些已经信主过了一段日子的当了基督徒，你会发觉到呢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的简单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主等日子，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简单的。我们会面对好多好多的挑战。我们也面对真正的挑战。我们也会面对考验。我们也面对考验。我们也会面对试炼。我们也面对试炼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的基督徒来求，所以保罗为这里的基督徒来求。那祝愿的话显明以弗所信徒的需要，也显明了我们今日每一位被称为基督徒的需要。祝福的话显明了以弗所信徒的需要，也显明了我们今天每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需要。虽然归信时已经是经历到与神的好，虽然归信时已经经历到与神和好，
那在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仍需要有平安，就是平静、稳妥的歇息。但生活的每一天呢，我们仍需要平安，就是平静、稳妥的休息。那唯有天天借着神所赐给人所不配得的力量，信徒才可以经历平安。唯有天天借着神所赐之来的的能所不配的的力量，信徒才可以经历平安。那就是在人生一切变幻的境况下，全然的平安。就是到人生一切变幻的境况而全然的平安。所以亲近神、依靠神是我们必须的。所以亲近神、依靠神是我们必须的。那保罗通过引言呢，对受书的人以弗所呢简略的介绍和祝愿。所以透过引言当保罗对受职人的简单介绍和祝福祝愿，那使我们认识以弗所的信徒，也认识我们自身。在我们认识以弗所的信徒，也认识我们本身。那唯愿不因着这个冠状病毒呢，我们失掉了我们的身份。唔因啲，我们即每空嘅情形下，我们失去我们基督徒嘅身份。相反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的住处我们能够活出呢这个身份相称的生活。相反，我们到我们嘅生活嘅基督徒嘅生活，当然活出这个相称嘅身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啊。好，我就把以下的时间呢交给竹筒牧师。阿门。感谢罗牧师给我们分享啦基督徒的圣魂。我们是天主的国民，虽然我们活到世上，但我们不属于世界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人。阿门。今世为人，我们也分别为圣，对主忠心，合乎神旨意，我们有目标，对主的信心是坚持到底。信耶稣呢，不单只是为永生之话，我有将基督的福音呢，托给更需要的人，将主的怜悯、主的爱、主所做的圣迹奇事呢，告诉世间的人，让他们也蒙福。虽然信仰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呢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快乐，有福气，有受逼迫，但唯有天天依靠神呢，亲近神呢，借着神所赐的力量呢，就可以经历平安。耶稣是我们蒙福的源头，求主帮助我们啦，同心爱主。因耶稣到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能与神和好，从罪当得到释放。最愿我们能活出基督的应该有的圣魂啦，求主帮助我们对主同心，坚持爱主到底。阿门。我们要时时感谢神啦，彰显神迹到我们的身上，赐我们新的生命，以真理教导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提醒我们每一日呢，以我们改变的生命来荣耀神啦。阿门。感谢神啦，使我们成为基督徒，赐我们新生命，令为主发光。阿门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呢，就是圣家。所以在这次提前，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，乃是主的怜悯，乃是主的爱，乃是主的拯救。希望我们的生命活出主的旁边，能够为主发光，而在世界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来敬拜主。所以能感谢主赐给我们新生命。圣家，咱来唱这首歌。
感谢神所赐新生命，因你爱使我蒙主权，若不因为你，我情愿躲在你被锁的生命交托于你。感谢神教导的真理，提醒我天天要下敬，让你到我生命当来光里，我心无声行过的行家，好生啊，我要跟随了，赐我们传扬向了的心，莫无能是为令与你相比，帮助我行得更强定，好生啊，我要侍奉了，因我必改变的生命，多每日日当张扬你圣家，才能推举将荣耀归你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了，我们感谢了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了给蒙主那个良面，蒙主那个恩典，我们蒙主那个拯救，使我们到黑暗当中进入光明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圣洁所做的工作，给我们体验了主你是有真有活的神。主啊，你是帮助我们买白白摆摆占土地，靠我们的生命有变为主了来发光，使我们的生命会使影响别人来归向了，使我们基督徒嘅生命呢，实在呢有活出主了嘅样式，同我们同工。主啊，把我弟兄姊妹交到你手中，今日就着主了嘅话呢，再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嘅榜样，应该有变活出主嘅生命，使个人睇到主了就是有真有活嘅上帝。做把弟兄姊妹往传教堂，求主继续到我们来尽做奇妙的工作，可我们的生命是不再变样，可我们的生命呢，实在有将把主的爱传出去。我们把弟兄姊妹教导，求主呢啊，祝福他们，使每一个人成为主的奇妙，使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健健康康，活到主里面，有变荣耀主。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祝祝福大家。